好啊，我而家咧就喺沧边路呢度，接近东风路呢个位置。咁我向北嘅方向咧，行少少呢度咧，就转入叫做市巷嘅。嗱，今日咧我会行一行咧，都府社区啊，呢个好有名嘅一个社区嚟嘅。啊，咁我之前我唔系好熟嘅，咁我就之前咧就行过沧边路啊。或者其他中山四路啊，越华路之前我都行过嘅，咁咧就查咗下咧，发现哇呢度好值得去行一行嘅，啊呢度系都入去咧就市巷呢度，啊入去咧就系、是、都府街，嗱、啊、市巷咧就查咗下咧都几有段古嘅，啊咁当然咧就。古时候咧，呢度发现有一单血案咁样，咁咧就最后咧就有一个清官咧，就有一个师爷咧，咁啊就比较公平公正咁样就断咗呢个案咁样，咁后人咧就为咗纪念佢咧，咁就用佢个姓咧，就命名咗呢条巷，啊，咁呢个系一个传说嚟嘅，啊。咁咧就嗱，而家我左手边呢度就系市巷，嗱，而家行紧呢度都系，咁啊右手边咧就大厦，嗰度大厦咧，我啱啱冇留意叫咩大厦，佢就啱啱就喺东风路，同沧边路交汇嘅一个地方啦，就系呢栋大厦。嗱，我而家咧就向西嘅方向行嘅。都府社区咧，又系好有名嘅，佢都督府旧址嘅地方嚟嘅，市巷。嗱，由呢度开始咧，就系都府街啦。呢度仲系麻石街嚟嘅，都府街三号。嗱，啲旧街巷咧，有一个好大嘅特点，就系呢啲绿化，家家户户啊都种好多花草啊，咁搞得几好嘅，好温馨嘅。呢度咧就嗱，广州嘅都督府咧，查咗下咧，就由隋唐嘅时候已经喺广州咧就已经设置总管府噶啦。咁咧就喺624年嘅时候咧，咁就已经改称为广州都督府。咁啊，真系年代好久远啊，咁佢個管嘅行政範圍咧，係包括而家嚟講係去到深圳嗰邊、中山北上面咧就去到清遠啊，甚至去到四會啊。總言之，你成個大珠三角呢個範圍嘅啊。咁咧就去到明清嘅時候咧，就已經係包括咧就廣東廣西啊嘅整個嘅即係兩廣啊。就变成两广总督府啊，就系依当时嘅总督府就系喺依附近嘅啦，就系都府街社区，都府社区依附近就喺依附近啊。嗱，依条咧就叫做锦荣街。嗱，广中路小学喺度。嗱，呢条街叫锦荣街，好有名嘅。嗱，啲唐老门啊，同埋啲旧嘅民居啊，咁仲好多嘅。好有歷史價值呢度，呢個社區。
都府社區咧，而家嚟講咧，佢就係喺東嗰邊咧就接落去蒼邊路啦。南咧就去到越秀路，咁北嗰邊咧就去到東風路嘅。咁唔算好大，咁但係舊時嘅嗰、那個依度咧就係廣府文化會館嘅位置。廣府嘅文化咧，其實咧，源於咧就都府都督府依個名稱咁咧就延伸開嚟咧，就廣府文化、廣府話啊，即係廣州話、白話啊，咁粵語啊咁樣咁咧就所以依度咧有個廣府嘅一個研究會嘅一個會館，咁就唔出奇啦。依度系小东营，依度又系啲好有历史价值嘅一啲古迹嚟嘅。小东营咧，应该从明朝嘅时候咧，就已经开始咧，就当时咧就有好多回民啊，国内就叫回民啦吓，咁就嗰啲当时明朝咧就有好多回民嘅嗰啲士兵嘅啲军队咁样，可能咁咧就派驻咗嚟广州嘅咁当时咧佢哋喺广州咧就有好多个营地大东营啊、小东营啊咁样，呢啲都系佢哋回民嘅嗰啲士兵嘅嗰啲部队嗰啲营地嚟嘅。咁其中呢度就系一个，而且保管得最好嘅就喺呢度小东营呢度，呢啲都系当时佢哋嗰啲营房嚟嘅，呢度有个名册招牌啦，所以都府社区度嘅真系历史宝藏嚟嘅。最难得嘅，佢能够咧就沿用翻都府呢个名称做社区因为都督府呢个嘅影响可以上去到追溯到去到隋唐一路咁落嚟咁一路喺明清嘅时候咧都系两广总督嘅嘅總部所在啦。嗱，依度咧，我見到咧就依度有個廣場啦，好多人喺度做緊核酸啦。咁而家依啲核酸咧檢查咧，基本上都係仲係免費，同埋咧就一個建議性嘅一個核酸檢查。我之前咧有提過咧，之前幾集度都提過啦。而家最近咧基本上咧你到7日或者超過7日咧，佢會提建議你。就近咧就做一做核酸檢查，基本上係建議嘅。咁基本上大部分人都好，我哋都好。我收到啲信息，咁我就近我就會，因為而家啲檢測點咧，基本上咧佢都固定咗噶啦。依度一個紀念館，叫做329起義指揮部舊址，應該就喺民國時期嘅，一個起義嘅一個舊址，佢就喺小東營呢入邊。呢度咧就一个博物馆，我睇过下呢都有开放嘅，即系你登记一下，扫咗个行程码，基本上就可以入去啦。呢条巷咧，呢度入咧就系小东营嘅清真寺，好有名嘅。呢个系广州现存嘅四大清真寺之一。小东营清真寺。当时啲回民士兵咧喺度咧，一路落咧，因为而家广州市区仲有好多回民咁好多咧都系当时咧。
據傳啦，都係當時咧啲回民嗰啲部隊啊、軍隊啊、士兵啊嗰啲啲後代嚟嘅。嗱，呢度有一個東營寺，嗱佢叫又叫簡稱東營寺簡介，就喺呢度入去噶啦。咁我睇見咧都有啲有人喺度出入嘅，咁應該做點樣稱呼？點樣講？我唔係好清楚嗱。我都見到有啲應該係屬於回民啦嚇。咁仲喺度出入嘅。好似喺光孝路嗰邊咧，光塔路嗰邊咧，咁啊有回民學校啊，咁有好多啲啲回民嘅文化咁樣，依度都好多嘅，嗱，依度一個叫北京街都府社區，一個簡介，基本上就係我講嘅。而家我嚟到呢度就係越華路啦。小東營呢、這個係一個好熱門嘅旅遊景點嚟嘅，喺廣州嚟講，好多如果係旅遊再開放翻啊，咁呢度好多遊客嘅。而家咧，我喺裕華路呢度咧就向西嘅方向行。裕華路咧，成條都係騎樓街嚟嘅。我專程咧就之前咧就都拍過一段影片，就裕華路嘅，由蒼邊路一路去到整個裕華路。呢度就係廣中路啦。呢度嘅招牌啱啱遮住咗少少，但係都可以睇到廣中路。廣中路咧就喺呢度咧就一入去咁呢度咧南北向咁，但係佢一個90度轉過去就東西向嘅，整條廣中路係東西向嘅。係嗱，呢度3號。嗰度就係嗰邊係一個掘頭行嚟噶啦。嗱，廣中路8號，嗱，成條廣中路咧，好多啲民國時期，甚至可能再早少少，一啲洋樓嚟嘅。嚟到呢度咧，我就覺得好似就好似嗰個漁民街嗰度見到嗰啲。咁漁民街嗰度又另且風格又少少唔同，咁呢度呢啲好靚嘅洋樓，而且呢條廣中路比較長，都係3-4層到。
呢个17号。呢度一个我睇见咧，应该系啲计呢嗰啲复印机嘅维修中心嚟嘅。啊，好大部呢啲复印机喺度维修。嗱，呢啲系啲旧洋楼嚟噶啦。隔篱嗰栋应该就系新起过。嗱，呢栋。23号呢度，25号，27号。睇落呢洋樓都應該都係民國時期起嘅呢洋樓嚟嘅，有啲可能翻修翻啊咁樣，33号、35号。呢度有间幼稚园，都府幼儿园啊，越秀区都府幼儿园。嗱，嚟到呢度咧就系正南路啦，正南路咧就南北走向嘅。呢度正南路2号，呢度有个都督府介绍啦，呢度都讲咧就都督府都系由隋唐嘅時候就已經開始嘅啦，廣中路嗰個正南路嘅入口，好靚呢個門口。都府社區廣中路入口就喺度啦。邊咧仲有一個叫廣州都督府，嗱，依個就係廣州，因為都督府咧，佢介紹咧，佢喺國內咧，中國咧，佢有40多度嘅，
咁就其中咧就廣州都督府咧就喺呢度啦。好，今日嘅視頻分享就到呢度，多謝。